上是十。我来这边什么都尝过了，兄弟们，什么都尝过了。今天没有烤鱼啊？有啊，烤鸡、烤鱼。烤鸡、烤鱼。这个烤鸡很香哎，兄弟们，你们想吃吗？你们想吃吗？你们想吃吗，兄弟们？推，嗯，这边都是水果，还有烧烤，可以多尝试一下，可以多尝试一下。你们想不想吃？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是肉吗？猪肠，猪大肠啊？小肠，猪小肠。我不吃啊，你们想吃吗？我问你们想不想吃，你们不想吃，我也不想吃。你们不想吃的话，我就不吃了。你们想吗？猪大肠刺身，猪大肠烧烤，猪大肠，猪小肠，猪小肠烧烤。好贵。猪小肠，我不想吃，我要减肥，兄弟们，我要减肥，我不吃。我不吃，我减肥，我减肥，宝宝。不，我不想吃，我不想吃。我不想吃。今天游客好少，今天人好少呀，是不是都放假，都已经收假了啊？今天人好少呀，初几了呀？我们想，你不想，都开工了，对呀，今天都开工了。这个是什么呀？这是凉拌菜。凉拌可以松拌凉粉的。凉粉，嗯，这个是凉粉吗？对，凉粉。凉，兄弟们，凉粉热量高不高？我没有吃过耶，这个。有其他的。凉拌菜啊。凉拌菜好吃。嗯。不高，凉拌，还有鸡脚，有地方坐吗？有没有热量？这个热量高不高？这个是什么？凉拌大肠。那我吃了，那我试一下，那我试一下，兄弟们，我就试一下。这个绿绿的是什么粉？这个是土豆丝吗？这个是鱿鱼木瓜丝。木瓜丝。大鱼油。好香啊！糯米饭油。真的很香哎。嘎嘎香！我吃点什么？你们想吃什么，兄弟们？我听你们的，你们想吃什么？你们想吃什么？嗯，这个都是凉拌的吗？都可以凉拌吗？这个是粉是不？这个是凉粉吗？这么大的凉粉？可以切小一点吗？切小一点呗。这个是多少钱一份？十块钱一份，可以搭着吃吗？嗯，可以。那你每样给我来一点呗。
用辣椒吗？可以要一点。辣椒辣不？辣。那就不要了。放一点点吧，放一点点。这个是蒜吗？嗯。哦，蒜和辣椒。这个是什么？盐水。番茄汁，番茄酱。开合跳呢？刚刚有，哦，马上，兄弟们马上。马上。我来。来，你们来，兄弟们，你们来，嗯，好 ，OK， 你们来，干净卫生，都尝一下，这个是什么酱呀？你们来，10块钱。这个是什么酱，姐姐？蚝油。你们来。收到了。哪个老板？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给我付款。老板大气，谢谢追随紫霞哥的请客。Case, that's 海鲜蚝油，兄弟们，每样来一点。这个木瓜丝也来一点点，兄弟们，每样来一点，看一下哪个好吃。拌一下，扒了，看一看，我不能吃了，真的很香啊，这个，我不能吃了，太香了，哎呀，看着好饿。好饿死嘛，糯米饭油什么都有呢。不行，我减肥。减肥。现在这么美个要减肥太美了。我减肥，我真的要减肥。刚刚活了，不要减了。不行，我得减。我再来吃吧。来只鸡。这个鸡看着真的很好吃，真的很香啊，兄弟们，这个鸡看着挺香的，但是我要减肥，我不能吃了，真的，兄弟们，这个鸡看着挺香的，不行，我不吃，柠檬汁，凉拌丝，有柠檬汁，百香果汁，不行，我不吃，我就吃一个凉粉，怎么办？拿不下，不行，我得减肥。这是我的，兄弟们，这是我的午餐，这个就是我的午餐啦。我不能吃，我要减肥，我绝对不吃凉拌的，没有凉拌等于零卡，兄弟们，凉拌等于零卡，没有油，我就吃这个。我不吃，来扫码吃，我不吃，打妹，low，打妹，我真不吃，我真的要减肥，我真的，兄弟们，我要控制饮食，少吃点三只鸡，吃不了一点，我绝对不吃。我吃不了一点，我绝对不吃鸡，真的不吃。我试一下这个凉拌的，感觉很好吃的样子。傣族人不
在旁摆着没到的呀，这边没到的，这边尝一下这个，尝一下这个凉拌的，凉拌的零卡啊，兄弟们先吃，兄弟们先吃，就尝尝，不吃完不行，不吃。嗯，好好吃啊！这好好吃啊！救命！我觉得跟湖南的比起来，真的湖南确实没有什么很好吃的东西，这个。嗯，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个酸的，这个是脆脆的，脆脆的口感，酸辣，又酸又辣。我没有去过四川哎，就是这个柠檬，它放了柠檬，你看，然后放了辣椒，然后放了盐、蚝油，它有点香。特别开胃，特别开胃，吃面不转一下吗？很好吃。嗯，米糕，它这个就适合大口吃，就是一口，真的，这里面有海带丝儿、木瓜丝儿、米，嗯，米线、米粉吗？这个是什么？嗯，嗯，很好吃。兄弟们想吃鸡肉，对吗？兄弟们想吃吗？我就尝一下。兄弟们应该不想吃吧？特别假。但是我想吃那家的鸡。我想吃刚刚那家的，刚刚那个小哥家的鸡。我想吃刚刚那个小哥家的鸡。你们想吗？你们想吗？我给你们尝一下，这个太开胃了，真的。吃完感觉什么都想吃。想吃哪家吃哪家。哎呀，我真的要减肥。嗯，我真的要减肥。我真的哭。吃完好开胃。好开胃，这个真的很开胃，辣辣的，酸酸的。兄弟们吃啊！
嗯。你看，它这个凉拌的，真的很减肥吧？木瓜丝儿，你们看一下啊，这个热度应该不是很高。你看木瓜丝儿减肥，柠檬汁相对没有，相对是没有热度，对吧？柠檬汁、木瓜丝、维生素没有热度，柠檬汁。没有热度，相对于没有吃饭一样。凉粉没有热度，没有放油，没有放油，它放的就是辣椒、柠檬汁，还有一点蚝油，还有一颗蒜。没写就零卡，然后这个没放油，对。没放油，海带塞，海带塞，没热度，嗯，没有热度，相当于零卡，兄弟们，相当于我今天吃这个白吃，就是说没有热度，相当于就是说零卡。是的，对，我觉得就是出来你就得吃好吃的，对吧？上回没吃，对，真的，你出来你就得，就是说，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啊，对不对？你看我吃的都是我们这边吃没吃过的，我刚吃了那么小的芭蕉，这么还没有我的手指长。那个芭蕉在长沙都没地方卖，对吧？你来这边你就得吃这边的特色鲜尖儿，对吧？刚刚吃的羊角蜜在长沙也没得卖，它也是这边的，对吧？嗯，然后这个像是零卡，这也没吃过芭蕉啊，芭蕉，对，芭蕉。这个的话是没有热度，而且我们那边也没有这种凉拌，我从来没有吃过，在长沙，长沙都是炒菜，香菜炒着吃，然后烧烤。烧烤在哪里啊？在哪里啊？我们就是。什么叫做芭蕉嘴？这样子吗？这样子叫芭蕉嘴？这样吗？上波母嘎嘎吃，下波母串戏，有点没有串戏啊。在哪个区啊？哪个区啊？谢谢宝宝的办卡。尝一下那个鸡肉，好，我马上给你尝，马上。这个太开胃了，这个太开胃了，这个很好吃，这个特别好吃。就是酸酸的，我除了他们那个烤鸡，我什么都尝过了，真的。但是他们那个烤鸡在长沙没有吃过小土鸡，在长都是那种很大一个的，减肥。我就相当于零卡，相当于没吃的吧，相当于没有热度啊，相当于就像没吃一样啊，对吧？凉拌菜啊，嗯，凉拌海带呀、啊，没有放油的那种，嗯，
都是凉拌的，都没有热度，都是水煮一下，然后放的都是柠檬汁，还有一个辣椒，还有一个蒜，相当于没有热度，相当于没吃。就是尝一下，对，没热度，对啊，没多余热度等于零卡，零卡等于没吃，没吃等于就是说，就是没吃。都说是凉拌，怎么可能有热度？对啊，所以说我这个没有热度，所以说我今天的热度，我今天还可以吃，还可以吃啊，还可以吃一点，因为我热量还没有吃，还没有吃，还没有，就是说那个啥。很好吃，真的，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吃，就是太酸了，太开胃了，好开胃。对，是的，是的，紫霞哥哥说的没错，属于就是热度没有达标，热度没有达标，属于就是。就什么，就是说，就是说，无声直播听不着吗？就说还可以吃啊，对吧？接受度还没有达标，还没有超标呀，对吧？没有超标的话，作为一个减肥的人来说，我们得吃好，知道吧？如果你饿瘦的话，那是不好的，真的。所以说我在减肥，但是我们不能太饿，咋吧？不要饿瘦，饿瘦是对自己身体是有害的，知道吗？饿瘦对身体是有害的，所以说不要饿着自己，就是该吃的时候，因为现在已经就是在吃中饭了嘛。已经要吃中午饭的一个时间了嘛，所以说我们现在吃东西，我一天吃的东西都抵不过一个火锅，对吧？那火锅热量多高？我一天吃的热量这多低呀，对吧？这是烤鸡好吗？好，好的。我决定我自己去烤，我决定我自己烤自己吃的烤鸡。好，我知道你们很想看我吃，我知道你们想吃，你们也想吃烤鸡对吧？好的，我马上就带你们去。我懂，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你主要是你们想吃嘛，我也没有办法，对吧？主要是你们想吃，我不是很想吃。我不是很想吃，主要是你们太想吃了，知道吧？我没办法啦，我只能带你们吃了。对啊，我没有办法啊，就是对啊，你们都没有吃过小土鸡，反正我不是很想吃的，我就给你们尝一下而已。我只是想给你们尝一下而已，反正我不是很想吃啦。好。我替你们尝一下，好 ，OK， 那我替你们尝一下 ，OK， 我满足你们。对啊，我主要是满足你们，我没关系的，我可以就是我等一下我吃完我可以运动的，没关系的，我苦点就苦点。没关系啊，对啊，这有什么关系呢？为了兄弟们我愿意付出，为了兄弟们我愿意付出，为了兄弟们我愿意吃，没关系，顶多就胖个一，顶多就热量高一点嘛，没关系的，我就是说
我愿意为你们付出我的，付出我胖一斤的代价，没关系，不用感动，兄弟们，我没笑啊，我没笑啊，我很开心，我很开心，我很乐意为兄弟们付出，我没有笑，我很开心，我特别的开心，嗯，对，对对对，看来没有不难为宝宝，不难为，没关系的，为了兄弟们，我觉得一切都值得，嗯，为了兄弟们，我觉得一切都值得，我可以为你们尝试一下，答应我，只能吃一次，好吗？不委屈，一点都不委屈，不委屈吧，不委屈爸爸，不委屈，没关系，我现在给你们，我亲自烤给你们吃，我亲自给烤给你们吃，没关系，不用算了，没关系的，对，我下播，我顶多就下播多运动一个小时而已，没关系的，我等会我吃完我就开机开个跳，嗯，对，兄弟们不用心疼我，你们要记住，我一切都是为了你们，感动请办张卡，谢谢，感动的想哭的请办张卡，谢谢，走吧，我就亲自烤给你们吃吧，好吧，走吧走吧走吧，兄弟们，我就烤给你们吃吧，谢谢我紫霞哥哥的办卡，谢谢我紫霞哥哥，当然可以啦，小哥那个，我去试一下，去试一下那个鸡，我真的我看着他应该是还是可以的，我看着他，我看了好几天，我觉得你们应该很想吃，嗯，我这不叫真能吃，我这是用兄弟们的要求，你知道吧？我不是。所以说我也吃撑了，但是兄弟们想吃啊，嗯，兄弟们想吃，我也没办法，走吧。我知道，我看了几天了，兄弟们应该很想吃，兄弟们应该很想吃，我懂，我懂，我懂你们，嗯嗯，我懂你们，我懂的，我都懂。哎，百香果。